说到亚洲的游轮，王小豆岛的游轮，带大家来看一下，比我想象中多哦。首先就看一下，这个是小朋友玩的地方，小朋友假如那一定会玩疯的哦。今天虽然是星期六，可是好像没有特别多小朋友在。那我们继续往前看，这个里面也有好多，可以看一下，两边都不一样哦。有人教我这是一个特别地区的，我可以说它是异色亚洞吗？窗边其实也都有，每隔几个窗就有一个。哎，游轮已经开了，这里可以几点。然后这里的位置是兵家必争之地，因为你看哦，它这边旁边有花纹，然后中间还有一个桌子有宝可梦的球，然后这边又有，所以这个位置真的是最棒的哦。所以我们一上来的时候，这个位置都被抢光光这样子。然后我们再往看前面，这里都有哦，好多。那最前方当然就是看着船往前的，这边也小小的地方全部都有哦。好，最后要来看一下卖店。我之前也有跟大家讲过那个卖店哦，哎，这里有个空位置哎，我们赶快来抢，空位，两个空位。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卖店，我说过卖店可以吃乌龙面嘛，然后这当然是可以吃乌龙面，可是这里有，我发现有卖一个新的东西哦，亚洞的尾巴，甜甜的。然后是乌龙酱汁味道这样子哈，有兴趣也可以买来吃吃看哦。那我们来到这个呆呆兽游轮的二楼哦，二楼也有东西哦。我很喜欢这个面向海的椅子哦，你看到椅子背后也有呆呆兽哦。然后也可以在这里，你看今天天气很好嘛，在这里野餐多棒哦。一样，这个桌子又是宝可梦球的，我天哪，怎么可爱成这样？这里也有，今天没有什么人在外面。你看这里很漂亮哦，有人在这边看海。那远方的那个是往南木岛、女木岛的渡轮哦。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墙边也是有图案的哦，到处都是，小朋友应该会疯掉吧。好，就跟大家介绍到这啦。またソーシャルディスタンス対応のため客室に余裕がある場合はスペースを空けてお座りください。感染したらアウトです。皆様の健康を守るためにもご理解ご協力を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漏掉了，刚刚其实应该要吃这个乌龙面，豆皮亚洞豆皮寿司的乌龙面哦。然后你看我找到了这个最好的位置，把它放在神奇宝贝球上，我们就在这里吃，哈哈，多棒！好，我要开动哦。